阿萊西亞新聞自由，我啱啱上個禮拜 share 出嚟，全球排名第二定第三啊？第二。第二。香港排名第幾啊？香港排名第三。唔搞啊！做香港新聞自由都係排名第三。即係佢有分級數嘅。我分級數。阿萊西亞同日本就同級。係。香港就跌咗去到第三啦。OK。即係不斷係下降嘅分數。好啦，阿萊西亞新聞自由，我啱啱上個禮拜 share 出嚟，全球排名第二定第三啊？第二。阿萊西亞新聞自由，我啱啱上個禮拜 share 出嚟，全球排名第二定第三啊？第二。第二。